哈伦是台湾林业发展的缩影，存在花莲海拔约2000公尺的山林中，历经昭和到民国，曾在林务局其他直营伐木产量已不敷建设需求的年代，肩负起以农林业培植工商业的生产重任。林木生产温饱了许多家庭，也断送了许多生命。2015年，研究团队徒步重返哈伦工作站，在台湾已经停止林木生产的今天，探索历史，也思索着台湾山林的现在与未来。